要该什么？海鲜豆腐汤。你真的没勾芡？我真的没勾芡啊。没有，我们来不及勾芡。跟你说我来不及啊。虾很漂亮耶。好鲜哦。嗯。我喜欢吃，真的就好。嗯。你敢说不喜欢，我就走了。哇，接下来这边又加油了。这个感觉海鲜，这个最近有豆油还是什么？豆腐是要放，豆腐放啊！哇哇，这里海鲜没有过油，海鲜哦，嗯，哇，他还对海鲜，你要快哦，你来不及哦，你现在剩下不到一分钟了，哈，对啊，你要不要给芒腾哥去夹那个？你来看你要做什么？对啊，对啊，芒腾哥你夹这个，可是油温不够啊。现在多少？你要过油是不是？现在是100，哎，那看不清楚，140，140而已。140哦，勉强一秒哦，勉强再勉强可以吗？你就全丢了，然后勾个芡，用煎的哦，用煎的也可以，改变方式，煎都要你豆腐一下，是这么跟他讲话，太专注了，专注了，太专注了，注了在看这里了。反正我们吃吧。他说我这边提示提示太多了，三秒，没有人听到，两秒，一秒，时间到，两边请关火。可惜啊，下次生的了。很好，我们这次确定的是，我们有海鲜豆腐汤可以喝。那边应该就是麻婆豆腐汤。哎呦，谁开？味道如何呢？来，我们上桌试吃喽。海鲜豆腐汤和麻婆豆腐盖饭。先吃谁这边呢？你那边辣的。好，这是你们的。要该什么？海鲜豆腐汤。你真的没勾芡？我真的没勾芡啊。没有，我们来不及勾芡。跟你说我来不及啊。虾很漂亮耶。好鲜哦。嗯。我喜欢吃，真的就好。嗯。你敢说不喜欢，我就走了。没有，每个食材的味道都很分明。嗯。你刚刚很对，你刚刚很。盘子都是汤。这感觉像是你的餐厅会推出的料理，你知道吗？鱼蛋呢 ？Thank you。吃吃看。哇，谢谢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这花椒味好香。嗯嗯。那油条，那个油条很脆。嗯，非常。好吃。嗯。麻婆豆腐盖饭，海鲜豆腐汤，豆腐煲。获胜的是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给我十。詹姆斯先来。其实你算运气很好，他没有完成。他完成的话，我输。他完成了，你应该是输。对。然后在这边不错，但是就是稍微，我个人觉得稍微水了一点。嗯。吴师傅。其实两边的味道调整都非常好。嗯。哦，那这一部分呢，也算麻婆豆你有史以来做的最好吃的一次。有史以来。加上那个老油条，真的是在里面串在中间，增加了很多的口感跟层次感。嗯。哦，那这边整体的味道，因为没有投这边，主要原因也是你没有把它特色礼法完成。嗯。秋桃，真的太秋了。太秋了。我第一次感觉到，从影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感觉到虽败犹荣，的的确确是发生在这个事情上面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恭喜二位，郑耀白暂时领先。